西不在吗？哦，她刚出去了，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啊？不用不用，姐妹们进来吧。哎，哎，你们随便看看啊。我儿媳妇儿可是新锐服装设计师，她的品味可不一样啊。看这，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料子的？料子不好不会过敏的。瞧你说的，我儿媳妇儿怎么能用不好的料做衣服呢？行了，我们都知道你儿媳妇又美又能干，不用天天挂在嘴上。哎，知道了就得有所表示啊。你看这结婚的时候都没上见面礼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投资她的店就当是见面礼了。哎，啊，你不要投资吗？就这样定了，就这样定了啊。行了，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看，那边是鞋子啊。好的呀。哎哎，她婆婆对她也太好了吧。啊，这个交给法务部就可以了。我和思辰在一起呢，那就只能让小雅招待你们了。玩得开心。妈和你说什么呢？妈带着朋友去 CC 逛了。说回我们的事情。思辰，我这个申请表都还没有完全写完，怎么就开始谈入住的事情了？哎呀，你已经写得很严整了，我只是让他们再帮你丰富一下。对了，通知市场部门优先审核 CC 的资料。思辰，可是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插手，一切都是按照 YMO 的规章制度来办。他确实没有强迫我们，他只不过是把三个月的工作量压缩了一天完成，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做。他们都是按正常加班来算的，加班费按照行业的最高标准，而且项目结束还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。嗯，那会不会太辛苦了？怎么，心疼你老公了？我是说你的员工。真正辛苦的是我们。你们俩再这样公开的秀恩爱的话，我就要申请工伤理赔了。这样，你去财务部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结一下，明天不用来了。来，看一下这个。那尹太太先看一下合同的细节问题吧。这个也不用了，你们只要记住，这是外贸老板娘的项目，在不违反公司规定的基础上，你们自己把握细节就可以了，懂了吗？明白。思辰，好了，工作聊完了，我想你了。我不是在你旁边吗？工作时间能算吗？我想你疯了，这是在公司他们都看着呢。这怎么